我头一次在家人前踌躇不前，不敢踏进门面对自己的家人，可是我又怎么能不面对他们呢？爸爸，爸爸，爸爸回来了，爸爸，爸爸。哎，宝贝儿，来，让妈妈进来，看看。哎呀，想死我了，宝贝儿，想爸爸吗？想了。嗯。想。哎，丫头，生日过得快乐吗？不快乐，因为你不在家呀。嗯。爸，你身上什么味儿啊？哎，我说你妈呢？妈妈。哎。回来了。回来了。哎，你怎么不给我打个电话呀？我上机场接你去啊。哎呀，不用，这打的很方便的。妈妈，爸爸想香水了。胡说，你爸从来都不擦香水。真的不信你闻闻，你闻闻，爸爸身上特别香。又是在飞机上吧，把什么人的味儿擦到自个儿身上了。哎呀，没错，我旁边坐一老外，那香的能熏人一跟头。真的？那我闻闻。行行行，我这身上脏死了，我先洗个澡去。那赶紧洗去吧。啊，嗯嗯。爸爸，洗澡快来呀、啊！哎，行了你。洗完把这换上啊！好嘞，哎，你去吧。干嘛呀？还怕我看啊？不是你，哎，我跟你说呀，女儿昨天晚上来月经了，是初潮。是吗？哎，她吓坏了吧？吓哭了，我跟她说半天，好不容易才不哭的。这十二岁是不是早了一点？不早了，现在的孩子。这个营养又好，发育的早，比他早的还有呢。哎呦，那可得小心啊！啊，别让他受到什么刺激。这个时候啊，这孩子特别容易出毛病，你说呢？嗯，我知道。行，那你赶紧洗吧。哎，出来再说。哎，哎，够香的啊！快去吧啊！宝贝儿，让爸爸分享你的快乐。嗯，来亲口。嗯，哎，嗯，嗯，
嗯，好吃，宝贝儿，嗯，太好吃了。宝贝儿，吃这一大块。嗯，妈妈说了，这几天不让我吃凉的。哦，你妈妈说的对。宝贝儿，害怕吗？嗯，我流了好多血，我还以为会死呢。宝贝儿，我恭喜你长大成人了，真的。爸爸真的为你高兴。长大成人，干嘛就一定得流血呀？嗯，这也算是成长要付出的一种代价吧。那男生也流血吗？嗯，男生不流血。为什么女生就得付出代价，男生就不用啊？这个让你妈慢慢跟你解释好吗？真不公平。哟，怎么不高兴了？就是不高兴，太不公平了。嗨，李丫头怎么了？我说你啊，该对她进行青春期性教育了，啊。谁的短信啊？机票信息。哦。啊，我去网上给你下载资料吧。啊，哎，我闻闻，你身上味儿掉了。嗨。哎，不过那味儿还挺好闻的，也不知道什么牌子啊。这个我也不太懂。啊，其实啊，你平时也可以少擦点香水。这女人有时少抹点挺好的。啊，我去了。你到家了吧？愿一切顺利，别忘了联系我，吉恩。我以为那一夜的放纵就是一次偶然。只要不再想他，就等于没发生过。可事实证明，我错了。喂，是我，吉恩。你还好吗？你在哪儿呢？我想见你。啊，我最近很忙。那我们在电话里说吧。别别别，我在开车呢。回头我打给你。啊。好。肖律师来过电话吗？没有，柳先生来过电话，问你中午什么安排。以后凡是戴维来电话，都告诉他我没空，记住了。是。哦，对了，肖律师要来电话，给我接进来啊。好。我们总监好像在找你。哎，知道他找我干什么吗？我不知道，我还纳闷呢。你们的律师费都给你结清了，还找你有什么事儿啊？
那我知道了。嗯，那你要不要跟他说话？不要。那好，那挂了。喂，你好。哦，柳先生啊，朕在开会，他今天一天可能都很忙。啊，没关系。安南，有人来电话吗？柳先生来过电话，我已经告诉他了你在开会。肖律师呢？没有。这样，你找肖律师有什么事儿吗？你别管了。